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又要到哪里去？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。人们日复一日地去工作，日复一日地笑，抱怨，买东西，做爱。一百年过去了，我已经117岁。每一次我告诉人们，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，我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。人们总会笑我，说我老糊涂了，而每一次给孩子们讲这个故事，他们总会瞪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说：“是真的吗？”